12月16日，李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女儿王诗龄照片。今年已经12岁的王诗龄出落得越发大气精致，五官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李湘，一头乌黑的秀发上有两个钻石发卡，看着就知道价格不菲。看来离婚的事情不仅没有影响到李湘，也没有影响到王诗龄。毕竟虽然王诗龄年纪不大，但是从小就聪明伶俐，像个小大人一样，一定能知道父母之间存在的问题，并且予以理解。之前网传李湘网友的离婚，王诗龄痛哭哀求父母不要离婚也是假新闻。作为明星子女，或许比旁人更加早的明白了合则来不合则去的道理。虽然不知道王诗龄怎么看待父母离婚这件事情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一定不会因为父母离婚而缺少关怀，还是会在爱的环境下长大。所以其实离婚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固然有伤害，但是婚姻真正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，孩子还是会接受的。为此大家怎么看呢？